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葵峰文化，我是小葵老师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款生日快乐趣味贴画。这款贴画可以训练小朋友小肌肉，辨识认识颜色及形状。老师带着小朋友操作时，作品的完成度会很高哦。小朋友看到自己的作品，会非常的有成就感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动手做做看吧。首先，我们将有背胶的 EVA 贴片剥下来，将贴片贴在对应的颜色跟形状上的白色图块上。在这个对齐图案的过程中，就是在训练小朋友的手部肌肉，辨识颜色及形状的配对。再来找出对应颜色的字母，贴在文字图块上。这边可以借由粘贴的过程中，教导小朋友认识英文字母，最后在空白处或是在反面写上祝福，马上就会变成生日卡片哦。这款贴画做起来真的非常的简单，大家一定要动手做做看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。那如果还想要知道更多资讯，请帮我在脸书粉丝团搜寻葵峰文化小帮手，这样就可以咯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